我的根来自中国，饮水思源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。在台湾媒体网络上出现很多对我攻击性的言论，我想说，我只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，两岸要好，台湾才会好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我因为在国庆节发了祝贺祖国的视频，受到了台媒的大量攻击。这几天连假，我真的很不开心。在台湾媒体网络上出现很多对我攻击性的言论，我想和大家说明我的想法。我想说，我只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，我深知饮水要思源。无论你是出生在北京、香港、福建，或是台湾，我想每个人都热爱自己出生的这块土地。然而这几天，我面对了许多来自台湾媒体网络上的攻击，甚至有媒体打电话给我的太太，试图用陷阱问题引导她发表他们想要的新闻热点。这些事情种种让我感到非常的受伤与难过。虽然这些攻击言论让我感到难过，我也曾一度想刻意攻击的人来比划一下，但是我这个年纪了，已经学会了更多的包容。我对台湾的爱与付出也不会因此而改变，我更不会忘记我的根来自中国。饮水思源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，珍惜彼此的文化和情感。我深信着一件事，就是两岸要好，台湾才会好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希望两岸之间能够像家人一样，多一点理解，少一点误解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过更好的生活。